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，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、健康产品、营养补充剂、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。六创意健康店，电话2882-4848，网址www.healthshop.com.hk。Hello， 袁医生，嗱，咁我哋今日又再跟进一下疫情嘅情况啦。咁最近今日啊消息咧，就政府话咧，下个礼拜连续三日咧，我哋就做一个自己简单嘅检测，咁啊亦都派咗一个准备会派一个抗疫包俾我哋啦吓。咁最近你都遇见一啲病人咧，有啲好特别嘅 sharing 喎，同你系嘛？嗱，咁你睇到啦，政府即系继续做嘢啦。咁但你睇到大部分嘅信息咧，都系重复一样嘢咧。就叫你打針嘅 ，OK，即係以為咧係打針咧係一個最終嘅答案啦。啊，90%打咗你就掂噶啦。咁但係我哋重複同大家都，佢重複我都重複講俾你聽啦。我話嗱，呢個好多人點解唔打針咧？因為真係好多人都睇到啦，好多打針打得好高嚇，即係嗰個比率好高嘅。譬如好似新加坡啦、以色列啦、英國啦，做過曬啦，係咪？發現個疫情有冇幫助咧？一樣爆到飛起，係咪？反而打針少的地方，可能某種因素啦，經濟原因啊，譬如印度啊、非洲啊，打針好少嘅，係咪？反而嗰地方死亡率冇高度喎，反而最低喎。咁所以好多地方嘅懷疑咧，打針唔係一個唯一嘅途徑，即係唔好成日個打針成件事問題，因為你唔肯打針，你梗係唔係啦。嗱，簡單俾你睇，我哋過去咪好多呢啲嘅流感嘅啦，SARS 期間有冇打針啊？冇打针嘅，系咪？禽流感啦，有冇打针啊？你都冇打针，系咪？猪流感、Hong Kong flu 咁多年嚟咧，都系从来冇呢啲咁嘅大规模打针嘅。个疫情咪好快过，系咪好快过？冇而家搞成两三年咯，系咪？嗱，今次咧，咁有啲人话，咁点解唔打针咧？因为好简单，过去我知道咧。研发一个疫苗咧，系需要5年到10年嘅时间。咁通常咧，你等到你研发过咗，到你研发咗嗰阵时候咧，未出现嗰阵时候咧，其实个疫情已经过咗，咪过去所有疫情都系自己过咗，系唔系咁样打针打出嚟嘅？好啦，今次我哋做一嘢好特别噶啦，系历史上我哋人类从来冇做过嘅，就系用即系加快批准嗰啲疫苗几个月嘅咋吓，唔系话五年系几个月咧就我哋叫做。紧急应用啊，允许你紧急应用。好啦，今次系我哋人类历史上系第一次，系用呢啲大量疫苗嘅。结果系点样咧？结果我哋今次嗰个疫情咧，系仲长过100年前嗰个世界大流感。嗰时大概18个月到两年嘅时间，今次咧2年过咗啦，继续喺度啊，咁样。咁有咯，咁佢話嗰個病毒咁一路咁變噶嘛，咁係啦，咁病毒不嬲都係咁變噶啦，有冇可能病毒會唔變咧？係嘛？好啦，咁問題喺邊度咧？其實咧喺外國有好多呢方面嘅專家，記住呢啲係真正嘅專家嚇，係傳染病、流行病嘅專家，佢都講咗出嚟噶啦。佢喺呢啲咁嘅疫情高漲嘅時間咧，你係打呢啲疫苗嘅針咧，其實好危險嘅，你會加速呢個疫情咧係變壞，同埋咧係令到嗰個感冒病毒咧係變得仲快嘅，俾人講中曬啦！嗱，呢次都唔係我作出嚟嘅，你抄翻以前嗰啲網上啲無數呢啲真係頂尖嘅科學家嚟嘅，係講咗俾你聽嘅。你打針係打唔好嘅。咁而家我哋現眼見啦，再繼續打，咁打到好國家都放棄啦，因為打針唔係一個真係有效嘅方法啊嘛。好啦，最近派包包啦，係咪？咁派包包就你睇到啦，就有啲咩喺入邊啊？有快速測試啦，三個係咪？佢哋全香港人自己做呢個測試啦。OK， 咁仲有咩咧？就係嗰個草藥咯。嗰個係啦，蓮花清瘟素咁樣係啦。呢啲呢喺國內已經證實咗噶啦。即係西藥話冇，我哋冇有效嘅西藥醫啦。咁但係中醫唔係啊嘛。中醫過去嘅瘟疫嘅依個無數次啦，我最近睇就300多宗嘅過去嘅瘟疫都係用中藥搞掂噶嘛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如果睇到個包包入邊咧。有啲系测试，同埋咧系治疗嘅。咁我成日咁讲嘅，测试成日测成日测，测试会唔会减低你嗰、那个系咪低于预防？其实唔系同预防冇关嘅。OK， 你记住啊，你唔好成日谂住咧，我测咧，好多人成日去做身体检查嘅，日日去做嘅，咁佢有种错觉，以为咧
我做身體檢查咧，就係我哋預防嘅疾病嘅手法。其實做呢個測試唔會減低你個風險嘅。嗯。啊，譬如你話你驚有乳癌或者有腸癌嘅時候，呢就係測試。你係咪每次測得多，你風險會減低咧？梗係唔係啦。你做乳癌做乳房嗰啲 X 光嗰啲 mammography 去做啦，你但系每做一次咧，你增加个乳癌嘅风险1%嘅，呢个我知道好多嘅。记住，唔系我冇咁嘅能力作呢招嘅。咁你睇到咧，呢啲咁样嘅方法咧，其实咧从来都唔会做啲预防嘅，从来冇去做预防嘅。啊，只系有时去医咯，又咪俾中草药医你咯，系咪？咁如果咪测咯，咁样样测咗出嚟咁点啫？系咪？咁我成日都同大家强调啦，重复啦。系咪？你就成日有人打針，我成日話你點解唔用營養素去加強自己免疫能力咧？係咪？呢啲唔係冇科學根據，無數嘅資料噶啦。維他命 C、維他命 D3、鈉，OK，重增粉，綠茶素啊，嗰、那個洋葱素。咁呢啲已經有顧思培博士已經分析物理學，即係藥理學解釋咗俾你聽噶啦嘛。呢啲全部係有效嘅方法嚟噶嘛，你可以做預防噶嘛。因為從來都唔做呢啲預防嘅，淨係叫你有事嗰時去用去藥醫。咁當然中藥都係有效嘅方法嚟嘅，但係點解我哋唔用一種預防嘅方法咧？係咪？我同大家都分享嗰本書《Every Second Child》，係咪一個澳洲嘅醫生啊？因為當時要幫嗰啲澳洲啲土著細蚊仔去打疫苗，發現咧打針疫苗嗰細蚊仔兩個死一個。咁佢原因發現咧，原來嗰啲細蚊仔嗰個營養素好差啊，嗰、那個營養狀態好差，所以個免疫能力好差，所以個打針係嗰種毒藥打落去係好危險噶嘛。咁結果佢咪叫嗰啲細蚊仔食曬維他命 C 咯，大量食咗維他命 C 先至去打針，咁問題就解決咗。咁即係點解香港從來都唔去咁諗嘅？好啦，大家都可能都睇我節目咧，都記得我之前咧，我同大家分享我嘅觀察到咧，發現咧我認識咁多人中招同埋唔中招嘅人咧，大部分咧。中招的人咧都是冇食營養素的，OK，都是冇食營養素的，好啦，咁啱啱咧最近咧上個禮拜咧，咁有個病人嚟揾我啦，咁佢話咧，袁醫生，我啱睇到節目咧，我非常認同你所講嘅，因為咧佢屋企咧就有5個人，佢同埋個仔個爸爸同個仔咧就相信自然醫療嘅，睇我哋節目嘅，就用曬啲營養素啦，咁結果咧屋企出現有人病啦。5個人里面呢3個人病，佢2個冇病。3個人病嗰啲呢係因为佢完全唔食營養素嘅，佢唔信呢一套嘅，咁就病晒啦。咁佢同埋佢仔係冇病，因为佢哋呢係用我哋嘅營養素。點解咁簡單嘅嘢，營養素唔係只係對付嗰個流感咁簡單喎，營養素可以將你嘅整體嘅身體健康加強嘅。點解我哋香港人點解唔會做呢？係用嗰啲錢，你不如大量買啲營養素俾香港大批人用啦，維他命 C、維他命 D3 呢啲，我諗唔會話唔夠貨嘅，係咪？重增粉可能就唔夠啦，係咪？香港唔係咁多松樹俾你搞㗎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好多嘢我哋可以行呢條路㗎嘛，有温和又有效啊，冇錯啦。咁我成日中醫啊，成日佢即係身體嗰個即係嗰個精氣存在咧，邪不可侵，係咪？咁呢個咁簡單嘅道理，我哋總係從來都唔行呢條路嘅。真係咧，醫者父母心啊！袁醫生咧不厭其煩咁樣咧提我哋咧，精氣存內，邪不可干嚇。咁預期係好驚病菌會嚟啊，要測啊。咁我哋徹底啲提升自己嘅免疫系統，多食一啲幫到自己嘅營養素，咁咧就可以身體健康啦。好多謝曬袁醫生。
哎呀，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，好辛苦啊！奶奶，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，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，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。哇，咁好噶，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。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。电话2882-4848，网址是3个 W.HEALTHSHOP.com.HK。